Hello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时间呢是9:08哦，9:08哦，我刚回到家，哦，我刚刚去吃晚餐，现在才回到家，哦，那现在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打国战了哦。今天的话还是在中秋节连假哦，所以我相信有打国战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啊，应该不会很多。OK， 我现在刚刚打的是狂丘，哦，鹰团的狂丘，哎呀，希望他不会记仇哦。OK。哦，看一下目前的战况，刚刚目前的战况一样还是三强鼎立哈。蜀国的话有比较大一点，好，那魏国跟吴国努力坚强奋战当中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要把庐江打回来的样子哈，应该是吧？我看一下，先看一下目前我们军团的朋友在哪个位置哦。哎呀，什么在离线挂机啊？那五四号在夜哈，五四号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军团的是 team。炮待在哪里？哎，看不到，他是另外一个势力的 team。不会吧？我们军团的朋友我竟然那么少哎！啊，有了，看到了。叶千寻的话在荒野修炼，也不对。徐州东末哈 ，extra 跟潮水饼干在徐州东末，所以没有错。哎，没有，我现在是在庐江东末啊，有点距离。好，我现在跑去合肥一下好了。你将军他昨晚太累，急退100人了。这个是新的 ID， 哎，好酷啊！畜生啊，畜生的话他骑畜生哦，他骑白虎，好，哦，他骑白虎，白虎不算畜生，白虎的话算是圣兽猛兽啊，哦，不算畜生，畜生 king 畜生王，嗯，他取这个 ID 还蛮特别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庐江了，打庐江了， OK， 把小兵放出来，这是蜀国的，啊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，因军团攻下九里山了，这边蜀国四使者的柳泽。这谁啊？幸福百万家，好扁他！哎呦，这里很多人，先闪，啊，算了，自动好，按自动，哦，放这个衰弱法，放衰弱法，让他们的血变少。OK， 放火力系的烟熏，哦，这边战况还可以控制哦，我们这边的人算多，逆光的人击退50人了。哎呦，我现在在扁修罗将兵打人，项少龙，哎呦，哎，人很多，先闪。哇，有人插我啊，好痛！这谁啊？真的好痛。好，现在这边，好，这边有我们军团的人。哎呀，挂了，狂许啊，狂许真的很强哎。好，有人帮我复活了，感谢。好，先帮军团朋友复活一下好了。哇，这边好多人啊！哇，挂了。鹰团九里山集合了哈，我们军团朋友说鹰团在九里山集合了。有朋友提醒我，就是要把这个墙面给它关掉，不然的话我复活起来我又立刻趴了。我先把墙面关掉一下好了，辅助。好，没办法点啊，没办法点，按一下原地复活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我原地复活完了。啊，我要挂了哈，我被小水兵跟四雷击败了，惨了，这时候应该没人可以帮我复活了。哎呀，我回城好了，重新设定再过来。哦，我要把那个墙面点掉，不然我一复活的时候我就会补墙面，然后我补墙面的时候我的无敌状态就解除了，我就立刻趴了。重新设定。好，自动墙面点掉，然后小兵的也点掉， OK，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。传送徐州，好，再冲一次。不过在冲之前的话，小兵要先复活，不然的话小兵已经躺两只了，现在输出不太够。看一下哦，69分钟啊，哦，应该是我妹开起来，就是在平原地方防守哦，开自动做防守。兵警呢击退50人了，哦，军师，兵警呢，倚天招痕击退50人了。哇，圣域的广告真的打蛮多的。蛮常看到他们出现在全品的，复活士兵卸下，复活全部士兵 ，OK， 自动配置，好，这样子没有问题的，妥妥的击退50人了，然后鹰团的妥妥的，鹰军团攻下合肥了，好，现在的话合肥那边应该在激战哈，我现在从徐州过去的话不会很远，哇，四强赛的高手哈，不是盖的。事与愿违才是人生啊，哦，狂浪的话这个蛮有意涵的，哦，应该有遇过一些事情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感悟。
好，握剑引千年。哇，他这批燎原火跑起来感觉速度不会很快哈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他应该是没有放神心法吧，不然怎么跑起来那么慢啊？有了，有放了，有放了。哦，他现在背的是将军旗吗？哦，将军旗，吉哥，吉哥击退100人了哦。哎，有人，暗夜龙风狂犬狂印，哇，印腾的高手来了，好，扁他们，扁他们，补强命就对了哈，补强命，我待会复活应该就没事了，狂印。应该可以收掉一个人吧？哇、啊，不行，被收了，被狂犬收掉了。哇，大军打过来了，惨了惨了惨了，徐州可能要守不住了。我现在原地复活，不能用哈，不能用。回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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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银元宝很珍贵啊，好一下子就花完了，所以不能够用银元宝哈，要好好给它存着。好，以后买这个加倍卷轴会用到。好，传送再来徐州哈，徐州大军。我在势力频道讲一下好了，有人讲了吗？看一下哦，军，徐东大军，徐大军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子 ，OK， 自动，雷雨幻视，狂拳，哎呀，被打掉了，哎，没有，我按到回城哈，不是被打掉了，好，徐州，哦，快点来防守，快点来防守。好了，这边很多人哦，这边真的很多人，狂撞。哎，一逃吗？哎，没有，暗夜龙风，暗夜龙风应该有机会收啊，没有，又被捡走了。好，现在打连雨幻视。哎呀，怎么都离人逃？站前面一点，好，站前面一点。Manta 击退100人了。好了，这边的话蛮多人的哈、哦，妥妥的啊，挂了，过了过了，太轻敌了，等人帮我复活。没人要帮我复啊，有了有了有，小太子帮我复活了。好，手动补强命，这样子就不会解除无敌状态了。哇，天团了，真的好多过来了。Host Mode 三折，用你的手，残影。我们天团就是活跃的玩家还蛮多的哈，差不多100人左右。好，三个团加起来差不多100人左右，就是活跃的玩家。啊，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找到适合的军团加入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加入爸爸超人所带的军团。好，那也就是在游戏线上的时候密这个你看看你就好了。哦，密这个团长你看看你 UCCU 哈，就是你看看你。好 ，OK， 继续往前冲，看可不可以把庐江给他打回来哈，因为现在庐江的话变成蜀国的了。那蜀江，庐江的东西还算蛮不错的哈，他有这个，也还好哎，狄鲁。那比较好的是什么？寿春吗？啊，对了，寿春比较好哈，寿春比较好，所以鹰团的话占领寿春了、啊。他好力气说什么？哦，他说啊，他没有，他击退50人了，他没有说什么，这个是内设的那个内设的广告而已哈，内设的讲话而已。我要到星野了，要不祭点灵币打许昌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一样先打庐东，哦，因为庐江东那边的话，城池已经就是城墙已经破了。所以很方便进去。看一下现在庐江是谁的？风仔的话是倾城。好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许昌没什么人，星野空城，星野空城，看一下现在星野是谁的？星野在哪里？星野蜀国的星野是空城哈，那就是要从百草林那边过去的哈。百草林，我没有插旗，算了，我直接先在庐江这边逛一逛好了。玉龙隐士击退50人了，现在国战还有十几分钟啊，还有十几分钟，还是有很高的几率翻盘哈，所以还是要把我们有打到的城池给他好好顾好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是北海不是我们的，平原也不是我们的，那现在我们军团在哪边？啊，我们现在我们军团目前只有徐州啊，目前只有徐州哈，那徐州的话一直有军团要打我们，不然我先去徐州那边防守好了。好，目前只剩一座城池而已。好，来徐州这边，好，我把我插池的地方，重生的地方改徐州好了。徐州，好，市场，传送，四个重生点 ，OK。照理来讲，今天打国战的人应该不多，应该很好守，结果没想到非常难守。好，一个城池被打掉了。灵璧鹰团在打，好，灵璧鹰团在打，喜客战什么意思？
先守徐州好了，先守徐州。我先来右边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人。18年后击退100人了。10项全能 CEO 为何注定做出垃圾产品？问号。晚一点有时间再看一下，看一下别人的失败经验。好，那自己就可以避免。龟里龟击退150人了，他真的好强、哦，他很常上排行榜。为什么我对他印象很深刻？因为他字真的很难念，所以印象就很深刻。什么750个人？什么意思？势力频道，看一下。750个人普普诺风什么意思啊？不懂。750人，没关系，待会再看一下哈，说不定是已经有人了。750讨论还不一定。小水兵击退50人，他说注册费都缴了，输呢？怎么还不发哦？看起来他应该很少打到输啊，不然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感悟？战无不胜军团攻下庐江了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暗夜龙风，哎呀，又两个人过来了，又两个人过来，狂硬跟暗夜龙风。我跟狂硬单 P 看看好了，看有没有机会赢。好，哇，应该没机会赢，因为他有狂雷，他有狂雷，我会挂。哦，我会挂，他太强了，可恶。好，不过他很有礼貌哈，他把我打趴，一样说爸爸好，好跟他说一声好，你好啊。OK， 哎、欸，他这样听不到，你好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他就看到了吧，应该吧。如果看不到的话，那我现在往右边冲，我去跟他打声招呼好了。哦，虽然是不同势力啊，哦，国战的时候会打，但是国战结束一样还是可以当好朋友的。好，继续来打他们了。柳泽击退50人，然后柳泽，哦，之前那个我的频道底下有留言，就是说柳泽是个蜀国大课长，非常强，哦，不能小看他。好，狂徐啊，狂徐哦，丙狂徐，狂徐。哎、欸，狂许他很脆呢，我有机会赢他哦。啊，没有机会了，他跑走了。我、哦、刚刚神功起射他没几下，血就剩一半了哈、哦，所以我应该是有机会打败狂许的。好，国战结束，倒数前10分钟。好，来这边看一下，看还有没有鹰团的要打我们。好、哦，我们就剩一座城池而已，他们还要打我们，真的是太不仁慈了哈、哦。中秋节的话应该要赏个脸哈、哦，让我们至少保一座城池啊，不要一直打我们。圣域军团攻下武陵了。哦，刀锋的声音，他是第一个得到庞德橘色化身的玩家哈，在我们青铜伺服器。哦，庞德的话就是一级加一，哦，一级加一，他的一级啊，打我的话可以到6000多。那个冲装备活动过后，我在想他武器应该更高，应该有机会一下打我可以到7000-8000哦，应该是。哦，他是个很低调的强者。来修罗邪恶殿，哦，修罗邪恶殿，哇，好多高手啊，风妖击退150，哎，100人了哈。修罗邪恶殿的话也是很多强者哦，那他们军团的话有一个叫做，就是有一个团体叫修罗 F4 啊，哦，这个 F4 的话就是有4个玩家，那他们每个人的攻击力都是超过600，哦，防御都是很高的，攻击跟防御都很夸张。哦，修罗 F4 我看一下哦，54号傻傻羽毛猪油仔雷洛哦，这4位刚好在我好友前面哦，这4位就是修罗 F4， 他们的攻击力都超过600，很高，但是因为他们都把自己的角色资讯关起来，所以我就无法给大家看。好、哦，看修罗 F4 的一个强度到哪边了。哦，看一下，关了这个，也关了这个猪油仔，还是关了哈、哦，剩雷洛了。对啊，大家都关了哈、哦，大家都很低调，不想给别人看。哎、欸，现在的话是魏国的哈、哦，肥毛毛古墓，哎、欸，打古墓，古墓应该有机会赢。古墓的话是方式很脆，来打古墓。哦，他插我，如果插不死的话，我就可以把他打趴。耶、yeah! ，古墓，感谢古墓。哇，惨了，挂了个谁啊？我、哦、熊熊给他忘记哦，香白起的，哎、欸，他是香南起的友军吗？应该是哦，我打败古墓获得零功勋。哦，我今天一逃就是从古墓身上打到的，感谢，回城。哎呀，时间所剩不多啊、哦，我现在贡献，看一下我现在贡献57%了哈、哦，57%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是有军，我们还是有城池呢。我们在哪边？我们怎么会有城池啊？太奇怪了吧！啊，星爷啊！哦，军团朋友跑去打星爷了，太感谢了。那我应该要去星爷那边守才对。啊，去星爷那边守，但是徐州这边也要守下来哈。这边，哦，这边是我们友军团的哈，友军的，所以一定要守下来。先打狂想曲好了，4强争霸赛的高手哈。好 ，OK， 狂想曲他看到我就跑了。可能是我看起来就很强吧，但其实我没有很强。火车都开到星野，哦，火车都开到星野，岩血他说火车开到星野，就是说，
各位朋友，如果有很多角色，就是全部都放心眼那边守着。哎呀，被打趴了！哎呀，可恶！回城！哦，刚才许不是打我哈，他是不想让我死在我们城池内哈。对啊，他人很好啊，他想要让我就是在一个地方低调的挂掉。好，这边的话躺了就没人知道了哈，没人就可以帮我复活了。他想要让我躺得有尊严啊。哦，他是，对啊，蛮感动的。他背后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：加州大饭店击退几人啊？看一下哦，加州大饭店，哇，他是200人哦，冰拿铁200人，雷洛250人，修尔十二殿真的太强了，太夸张，很多高手。狂硬狂徐狂驾小波快，死定了。对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用我的尸体筑成一座高墙哈，让他们进不来。他们在这边集结哈，徐东集结，徐东大军，徐东大军。OK， 有打到吗？徐东大军，惨了，可能会被打掉。徐州大军哈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徐封建车人。哇！我们的城池被打了，快点，趁现在扁他！封建车人，快点补墙面！可恶！守住！哎呀，打错了，打到修罗伏击兵去了。哦，我们现在是三级雕像，很容易就被打掉。封建车人他要复活了哈！好 ，OK， 一直补墙面就对了哈，一直补墙面。好，能撑多少？就是能撑一分钟是一分钟。好，军团朋友就慢慢过来，我刚刚被封五项技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军团朋友都过来了哈，回城，我刚刚死的算是有价值哈，我有把这个军打，哇，太夸张了，这个傻傻羽毛击退800人了哈，天哪，怎么那么强？好了，有人帮我复活了，哇，太夸张了，刚刚我看到800人呢，这个应该是青龙府的记录了吧，800人呢，哦，有没有看到800人呢？还有五分钟，看有没有机会再多个几十人，狂撞躺了。狂硬也躺了，哇，他们真的是很强哦，我们这么多人才可以把他们打趴，才可以把他们收掉。好，三人讨论哦，刚刚是大局。好，我们军团的朋友都过来了，哇，100多个活人啊，哦，不是假的哦，来这边防守了。埃希德鲁他刚刚是白桃吗？待会再看一下好了。哇，800人哎，天哪！不过目前的记录在那个 S7 哦，那个鸭肉的记录1300多套哦，真的很强，4.1秒一套，那真的太夸张了。对啊，那我们青龙府的话可能人数没有像那个 S7 那么多哦，可能800多已经是极限的啦，我在想。好，哎，鹰团的话应该，我看一下他们会从哪边走哈，他们要么就从，他们不会从合肥，他们应该从下邳过来的哈，下邳过来的。那下邳过来的话，现在的时间要打下来我们城池应该有难度了，应该有难度。哦，现在他们主要可能就是想要打人头而已吧，我在想。OK， 3秒钟3公分，哇，这边又蛮多人的哈，先上去好了，先上去。这边也有人，是熊豹哥啊，熊豹哥在下面哈，下合肥。好了，哇，他们应该是两方会合哈，被狂烟击败了，这边应该没人可以帮我复活。好，有了，这边有人哈，这边有啊，不行了，我看我原地复活好了，原地复活卷轴一样还是可以用。好，先闪，先过船点啊，挂了，可恶啊，我不是已经把墙面关掉了吗？怎么还是挂了？被狂犬击败了。好吧，回城，猛然减数值击退100人了哦。猛然减数值是动物之声的哦，动物之声它在大陆的名字叫猛然减数值。好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说一下那个原地复活卷轴哦，我现在身上剩两张而已。那个还蛮实用的，但是因为军团商店不好开道，
但是不容易出啊。有出的话，我通常都会买哦。但是因为最近很少刷出这个原地复活卷轴，所以我现在数量越来越少了。哦，现在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哈，剩下两分多钟。哎、欸，哇，傻傻羽毛击退850人，他们到底在哪边打哈、啊？怎么那么多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傻傻羽毛在汉中啊，汉中有那么多人吗？看一下，汉中在哪里呢？汉中哦，在这里啊。哦，这边在激战，他们在打这个喝酒大学哈，打到850套了。天啊，好想去看看哦！现在时间还来得及吗？一分多钟哦，走过去应该有难度哦，应该有难度。要从基谷走过去啊，哦，要从基谷走过去，应该是来不及了，应该来不及了。新野东边两只哈，我看我还是在徐州这边逛一逛就好了哈，徐州这边。哇，今天是中秋节连假的关系，所以打的人特别多吗？那看起来我的预判是错误的哈，我本来想说中秋节连假关系哈，因为蛮多人请假不打的哈，结果没想到反而今天的人头是破纪录啊，哦，有到850头。好，有神快拜，好，有神快拜，他们也在那里广告哈，有缺军团的哦，有需要加入军团的可以找他们。这边有尸体，国战结束。数最后一分钟，我过船点看看好了。船点那边应该也有人，应该是无果的。哦，有人 ，OK， 来帮忙复活一下好了。来一发上下笨蛋，好，帮他复活一下好了。安妮蒂击退50人了，欸，上面有人，啊，他跑走了，看一下是谁。专业猛将，专业方式哈，圣域的，圣域的高手。OK， 好，补强命，补强命，补强命。专业猛将，跟他单 P 看有没有机会赢。哇，我怎么那么强？我竟然可以接那么久的炎龙哎！不行哦，我还是趴了。哦，他们两个两位一体啊，连在一起哦，没办法单P。哎、欸，有人帮我复活吗？啊，没有哈、哦，复活也没用了。哎、欸，我躺回来，国战结束了。哦，国战结束了。好 ，OK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国战结果哈，看一下今天的国战结果。先看无国部分好了。来，会计的话是由社会领官哥的时间有点晚所占领的。那庐江的话是古墓的二人谷，哎、欸，哦，我第一套就是古墓取得的，感谢你。好，接下来是豫章，豫章的话是小哥哥的气势。那贵阳的话是草莓熊豹哥的非诚勿扰。台上的话是十月秋日的自杀机军团。那江夏的话是刀锋的圣域。长沙的话是义者的香兰旗。襄阳的话是云若武的粉卫。好，云若武现在是粉卫的军团长。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魏国的部分哈、哦，哎，五国还没念完，还有北海啊。哦，北海的话是这个 POMO 的猫街三国哈、哦，五国其实城池还蛮多的呢，老实讲蛮多的。好、哦，魏国的话目前比较没有那么多哈、哦。来平原的话是龙头梅所的修罗邪恶殿，那徐州的话是凌晨的 TIN， 陈留的话是救急白羊的王者天下，那再来嘞，新野的话是你看看你的 TIN， 那汉中的话是麦问的有神快拜哈、哦，麦问的有神快拜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五国的部分。哎、欸，跟着看一下蜀国部分，蜀国部分来夜的话是由红雨的天竺就是草所占领的，那安殿的话是砍烂角的金门 TNT， 长安的话是小奶茶的苍穹霸业哈，苍穹霸业这个是刺史，哎、欸，大王请刺史的军团，那徐昌的话是把柄魏哥的争霸天下，汝南的话是大北的火凤玩不了，那宛的话是神游仙境的失乐园，寿春的话是狂浪的鹰啊，哦，狂浪的鹰。哎，现在是狂浪当军团长哎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还有左边上用的话是封神的封神榜，那江州的话是陈诚的蜀国事实者哦，那建宁的话是金阳卓越的封师爷哦。OK，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城池分布情况。好，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国战结果哈、哦，我看一下中秋连假的一个国战到底是怎么样。好，战场榜点错了，国战榜讨敌数。哦，有没有看到第一名哈、哦？这个应该是青龙府开服到现在的记录了哈、哦，872套，真的很多。好、哦，他吞的是周瑜的武魂哈、哦，872套。好、哦，那第一名傻傻羽毛，那第二名那就叫枫野285套，那第三名雷洛哈、哦、265套，再来是朱武248套。哦，朱武化套吞这个甘霖星霸武魂，我昨天有给他测试啊，真的很强。他一级跟这个甘霖的武魂技是接得起来的哈、哦，那种输出下去的话，基本上来讲很少人可以撑住。那接下来是冰拿铁。218套，再来是加州大饭店218套，关右建材212套 ，RH 铁路207套，龟里龟200套，
玉苍子192套，我能插嘴吗？172套，云若武163套，一叶知秋139套 ，Michael 136套，越南看护133，高金127 ，Manta 124，夏中夜梦树118，搓码头118，月向龙孤独117，打不开115，风妖114，吉哥113，他昨晚太累113，在右天地夜返112，罐头111，好、哦，他吞徐楚武魂哦。那再来是痴情男子汉107，18年后105，猛男减数值105，抽数104，武士草103，海洛101，响尾蛇100，阴有藏98。燕天95，蒙奇低魔神94，专业方式89，来一发85，港港的85，基隆阳城岭84，残影83，天机神域逍遥81，红七公81，妥妥的80，空间曲80，天灵岭地灵岭79，左天峰79，徐小文挂号78，韦小弟77，陈太郎77，速度与激情76，蒙奇低鲁夫76，天穹月恒72，狂影72，一生悬念71，刀锋70，白威70，泡泡海公公69，夺命书生66，武汉人66，许浩茂65，铁仔65，西洛64，这幽逆光的人64，四雷64，阿西罗西64，封建车人64，这幽金师傅63，那点点 number 62，三国光明61，余云康60，是日式御茶园58，怪好强58，刘哲56，阿斯巴拉55，世事如棋55，马梦奇55，三秒钟三公分55，宅仲业52，东阳若天51，世音寺50，安妮蒂50，瑞比兔49，好幸运48，佛耀46，演员风间43，多米41，握剑前点40，聂君31，陈米阳玉维瑞29，慕斯蛋糕29，孤独双龙28，上笨下蛋28，一灯惨26，阿布26，墓碑落下24，好色糟老头，哎，好色糟老头22，怎么那么好奇20，截止18，柳城17。好，来看一下复活榜。好、哦，复活榜，哇，狂奶真的是很会复活别人啊，572副啊，哇，这个真的也是破纪录哈，572副不简单。那再来是狂语哦，183，蒙奇低墨165，菜比八150。蓝月144，蒙奇迪叔叔128，阿碰123，东方神速108，神马99。好，没的话，今天他在看这个金曲奖，因为他的朋友上这个就是有金曲奖入围，所以他今天没有特别在玩这个游戏，所以他复活的比较少一点，99。那再来是海云峰90，我以前的绰号叫海疾风，他叫海云峰，对啊，差一个字而已。好，接下来是侠客行89，果菜汁87，铁仔86，猪头皮82，我们往下的话就滑过去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认识的朋友上这个复活排行榜。来，好，继续往下走，罗喉48，没想到战神罗喉他是上复活榜。好，罗喉的话是霹雳布袋戏一个很强的高手，妥妥的柳泽烂命一条，轰穴元帅冰井的下面总向龙柳，我都没有上复活榜，因为要上复活榜其实也不简单啦，就是你要出生入死要往前面冲，尽量帮别人复活才有机会。如果说这样子到处乱跑的话，没有很多人可以复活。OK， 好，这些就是复活榜前百大的名单。来，我看一下我今天可以领多少的一个金元宝。哇，今天还不错，好，今天还不错，可以领到115银元宝，57金元宝，领取奖励。好，看一下战斗历程。今天是10月3号吧。13号，好，在这边，狂许的话，他打败我好多次啊，两次哦，小水兵、四雷、狂犬、狂语过后狂印，好，那 我第一个击败的是古墓，再有被熊熊给他忘记打败了哈，又被狂想曲击败了，狂印击败了，那我击败了狂印跟 ABBA 哈，我就是打败这三个古墓、狂印跟 ABBA， 然后又被狂印打败了，然后又被狂犬打败了，然后又被专业方式打败了，就结束今天这一回合了，好 ，OK。三讨十七躺，继续加油，各位朋友，祝你们中秋连假最后一天愉快，拜拜。